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总统觉得好吃吗？看起来很好吃。全国中小企业的营养午餐都采用国产的优良肉品啊，那这一点要请家长放心啊。在契约上，特别调整，我们一律采用优良的国产的肉品。新竹市的营养午餐主要是有三层来把关，那首先就是业者，他们从凌晨2:30开始进行所有的食材的初筛，包含检疫的检测，还有一些分配配送，那之后会到学校的营养午餐来，由营养师来做第二层的把关，也是一样做初步的检测跟外包装的标章标示的一些检验，检验完了之后呢，进到厨房里面去烹调。那第三层的部分呢，就是由教育处跟卫生局还有我们的农政单位进行第三层的联合稽查的一个把关，在同一个时间我们也会去稽查的时候抽验食材，只要不合格一定都是暂停使用，打造出我们用心，然后家长安心，然后让学生吃得开心，这样子的一个三星校餐的一个环境。增加奖励、明确标示、溯源管理，这些政策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在关键的阶段，可以吃到最新鲜、最营养的食材。台湾农产真。